中英文切换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切，现在我们是中文面板，我们要把它切换成英文面板，我们首先要看整个的一个主界面，一个复位灯啊，复位指示灯，当它亮变黄色的时候，我们点一个参数设置，这里会有第三个啊，手动操作 IO 操作一个参数设置，点一下参数设置，然后请输入参数设置密码38，点一下输38，123，38，按 Enter 键确认，然后这里有个确定键，点进去，这里有一个中文显示的一个视教速度设置，我们点一下，然后这里有个语言选择，这里是 English， 我们点一下 English， 它就会变成英文。同样的，这里有个Chinese， 我们点一下，它就会是中文。我们把点一下，它就会变成英文。这里变成 Chinese 就是英文中文。然后我们按这个确认键，然后我们返回，然后在这个返回，它就会变成整个的一个英文的版面啊。我们再来英文转成中文的一个。英文转成中文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在第三个点一下密码38， Enter 键确认 OK， 然后再点最后一个，然后我们这里是 Chinese， 我们点一下，它这里就变成中文，一样的保存，退出，这就是变成中文了。